边度伤啊？你又想点啊？呢啲药虽然系好药，但系对医外伤冇好处噶。你哋魏军系点样医外伤噶？我哋虽然冇三七，但系我哋用芒硝、伤花、防风、当归、公英、乳香、紫草，仲有抹药，将佢哋捞埋一齐用。咁样嘅话，又可以散瘀止血、消肿止痛，效果都唔比三七差噶。就嗰几种药得嘅咩？真系得噶，我哋就系咁样用噶啦。而且咁样用嘅话，复原得好快，唔留疤痕添。药已经配好了，找几个伤兵试下。来，今天有粥食啊？呢啲系特别为你哋准备嘅，你哋几廿日挖地道好辛苦，我哋呢啲伤兵咧一啲都帮唔到手，食多啲啦。好。曹高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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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曹高伟。效果真系唔错，我讲过我冇呃你噶啦。我想请你做帮手。我哋呢度仲有几个伤兵啊，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佢啊？好啊，多谢晒。叫啲箭射鬼快啲，但要注意隐蔽，唔好俾城里边嘅人见到。系。其实如果用牛大力、千斤拔、半风荷、宽筋藤，仲有田七、金耳环一齐嚟浸酒，治疗骨伤会更加好噶。而家浸嘅话，仲会嚟得切嘅。好，我即刻就去浸。佢嘅肋部中咗三刀，不过佢而家已经冇事啦。唔系，佢嘅面色有啲浮肿，可能系感染咗。等我睇下伤口。果然是这样，快点准备热水。是。你不用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。我只是一个随军大夫。我不是问你这些，我只是想问你为什么要跟秦国的战士自相。他们不是一样吗？
他们都是病人啊。如果每个人都好像你那么善良，那就好了。你留在这里。留在这里？留在秦国军营做秦国的随军大夫。不得的。为什么？虽然我是个大夫，我的职责是跟病人看病，但我始终是魏国的随军大夫啊。你有没有想过魏国很快就会灭亡，留在秦国机会更多，条件更好。我不理，我只是知道我们魏国的军营里面现在又没有大夫，也都没有药。你让我回去吧，有很多伤兵在等我的。惊我勇士，惊我勇士，前面根本怪不通啊，怎么算啊？为什么？全部都是大石头，根本不是泥啊。移开石头，继续奔。是。另外这石头继续奔。还要几耐时间才掘到秦军大营？照而家的速度，至少两日。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将军请讲。我知道你是个刺客。我现在已经不做刺客。但是你是个勇士，你真的想救回云系，我都相信你可以将云系救回来。但是现在的情况，就算是救回他，费城都很难支持。将军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呢？擒贼先擒王，我想要你刺杀秦王主将范乌奇。我同王弼对抗十个几月，我哋都未分胜负，但系佢嘅出现，一切都变晒。我希望你可以杀咗佢，费城一破，大梁就危在旦夕，魏国就会沦落到秦国人嘅手上，真正遭殃嘅系嗰啲平民百姓。我哋是军人，死是我哋唯一的出路，但是不应该是那些百姓。机会有几大？如果是救人，机会大一点；如果偷粮，机会小一点；如果两件都做呢，那就根本是没有机会。你捉了范乌奇，机会是不是大很多？只要捉了范乌奇，秦国人肯定会投鼠忌器，既可以偷到粮草，又可以救翻云霓，话唔定仲可以趁呢个机会击败秦兵。咁样击败秦兵之后，系唔系就可以结束战争？冇可能。战争唔系由出征嘅将领所挑起嘅。秦欲吞并六国已经唔系秘密，只要秦国嘅目标唔变，你就算杀咗范乌奇，秦人仲会派新的将军来指挥这场战争。始终魏国都逃不出灭亡的命运。我不想杀范乌奇。为什么？你杀了范乌奇，就会替费城解围，亦可以替魏国赢取喘息的时间。范乌奇是我朋友。范乌奇是你朋友？但是他是秦国人。朋友？朋友是不应该分国界的。这么多年来
我改变了很多，但是我知道我唯一没改变的就是对秦国人的恨。他为什么要加入秦兵呢？或者他跟你一样都是没有更多的选择。到秦军大营，你决定了没有？啲士兵已经准备好晒，你要去刺杀樊乌琪，佢哋就可以去救云霓，顺便可以偷一啲粮食翻嚟。你如果不同意就算了，云霓都不用你去救了。我不想这次行动有人三心两意。其实我本来就不应该找你，你又不是魏国人，又不是士兵，根本就没有任何义务为魏国牺牲。大家要小心，救出云霓之后即刻叫他由地道里面走回来，你们就负责偷秦兵的粮草，遇到敌人千万不要乱战。是你来了。你可以为了天下苍生，我为什么不可以？朋友之义虽重，但是不重要得过天下苍生。你真的会杀樊乌琪？怎样？掘得不错，今晚就可以到达费城。好，派人去刺探费城的情况。今天夜晚一定要加强巡逻，防止魏军垂死挣扎，反咬一口。好。大家上去之后要分散，然后你哋去偷粮食，我去救人。记住，行动要快，知道未？系。仲未有动静？未有。咁有冇消息？都冇啊。准备好敢死队，一旦刺杀樊乌琪成功，敌人一定大乱。到时候。我哋就可以立即进攻。系。大家上去分散之后，千万要小心啊！系。走。将军，究竟点？隧道里面已经空晒，他们已经上了去，随时准备进攻。是。还有，派人守住隧道口，万一发生什么意外，即刻封了隧道口。那他们怎样回来？我讲的是万一，万一发生了什么，那只有牺牲他们。是。我不。魏军秦军大夫在哪里？不知道。那樊乌琪在哪里？在那边。哎呦，哎呦，什么事啊？别动！
攻！范将军，魏军正在逼近我哋大营。哼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王将军，照计划行事，将佢哋引嚟呢度，然后你带兵切断佢哋后路，两面夹攻。系。报告将军，有刺客潜入咗我哋大营，要揾嗰个魏军嘅随军大夫。系咪已经将佢抢走咗？冇啊，只系偷咗啲粮食咋。即刻叫晒所有将军翻嚟。系。将军，里面有打斗声啊！可以俾将军估中咗，秦兵追到嚟啦。点算啊？使唔使去帮手？我哋人手唔够。万一秦兵冲入嚟嘅，咁就麻烦。听下，打到声越嚟越近啦！封锁洞口，将军，我命令你封锁洞口，听到未？系。你就系范乌奇，冇错。你好年轻。我睇将军仲系归顺大秦，只有归顺大秦，只系一条正路。你如果归顺大秦，咁我哋而家就放低武器，费城即刻就有和平。你应该知道，当天下只有一个秦国嘅时候，只会有真正嘅和平。你要我归顺大秦？只有灭咗秦国，天下只有太平。浩月将军，而家天下大势，你唔都仲唔清楚？你系认为？我哋根本冇实力同秦国对抗，将军好清楚。你哋秦国人不嬲都自以为是，号称强大，但系同赵国都打咗咁耐，喺我哋魏国呢，连一个咁细嘅费城都攻唔陷。将军，天下嘅形势系好复杂嘅。照咁讲。你真系唔想归顺大秦？边个会相信你哋秦国人嘅废话？你哋喺长平活埋咗四十万赵军，唔通你哋会放过我哋咩？咁好，咁我就唔客气啦。停手！敬我。阿谦，系你，我揾咗你好耐，你终于嚟揾我啦。快啲杀咗佢！唔好为难浩月将军。我如果唔放佢，你系咪会杀我？我系嚟杀你嘅。其实你杀咗我，根本就改变唔到一切。就算你杀咗我，呢度一样有人指挥，一样会攻陷费城，一样会攻陷魏国。呢啲唔系我考虑嘅问题。咁只可以话你考虑欠佳。叫秦兵退开。你而家都仲系感情用事，仲系咁冲动，叫秦兵退开。如果我唔退呢？袭击将军，你去护城，我去救云骸，撤退。
咁只系以前嘅阿庆。我唔识得你，我只系识得我嘅好朋友小琪，唔识得秦国大将范乌琪。你知道吗？只要秦国俾到我更大嘅舞台，俾我更多嘅权力，我好想帮佢完成统一，咁只能够实现我的理想。秦国系我唯一选择。我都希望天下太平。咁你做紧未？曾经有人同我讲过，刺杀是一个好的方法。你错了，或者说他错了。你要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杀人。我知道做刺客根本不是你想要的宁静，那只会离你的目标越远。你杀的人不是更多？你知不知道一次战争要死多少人？你以为我想杀那么多人吗？我真的没办法扭转他。既然没办法去扭转他，我只要顺着他来解决。你仲系我识得嗰个阿琪咩？系，我知道你其实仲系以前嗰个阿庆，只不过你受咗唔少苦。我见过小胡，佢咩都同我讲晒。将云骸交俾我，我要走啦。云骸。那个魏国的随军大夫，是好啊，你喜欢他，他是个好女仔，我走了。阿庆，我们还是不是朋友？在我离开这个帐篷之后，我们有可能不再是朋友。唔系，我哋永远都系朋友。我仲记得爷爷讲过，唔理你系边国人，唔理你做咩职业，只要你个内心系善良嘅，就系朋友。你走啦。Kino， 你俾佢走。范将军。将个魏国嘅随军大夫交俾佢，等佢带走。范将军，你知道吗？阵前帮助敌人，该当何罪啊？我知道，你唔使再讲，只要做就得啦。你走啦。我杀到范乌奇，你已经尽咗力啦，而且你已经救翻云霓翻嚟。一个人嘅力量总系有限噶，只要你尽心尽力，无愧于心。至于可唔可以成功，都唔系咁重要。你唔怪我，虽然你冇做到你想要做嘅事，但系你揾翻个朋友，咁样都系值得嘅。我答应过他，所以先俾他走。咁系一个人嘅信。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，边个咁相信你？你嘅将士唔相信你，就唔会为你浴血沙场；你嘅敌人唔相信你，就会同你誓死相拼。冇咁简单系嘛？嗰、那个人系咪将军嘅朋友啊？画像度嗰个人咪就系佢咯？佢杀咗我哋咁多秦兵，佢叫做咩名？佢叫阿庆，佢系我好耐以前嘅朋友。我承认同佢有生死之交，但系我唔会因为咁破坏大秦嘅利益。将军都救过我，但系公还公，私还私。将军你唔好因为朋友嘅关系干扰咗进攻费城嘅计划，到时候就唔好怪我无情啊！
我哋嘅地道究竟掘成点？已经掘到废城。好。唉，冇柴啦，我出去攞啲柴入嚟。点样啊？全部都有毒啊！点解会咁噶？啲水有毒点饮啊？咁边度有水饮啊？全城有几多个井？十八个。冇水咁点算啊？将军，你快啲谂下办法啦！人可以唔食饭，但系唔可以唔饮水啊！系啊！全城严密搜查，捉拿奸细。系。我哋知道你哋而家已经冇晒粮食啦，而且仲连水都冇埋，废城而家根本就冇任何希望，快啲投降啦！我哋呢度有嘢食，有水饮，只要嚟到我哋呢度，就会得到同大秦国嘅臣民一样嘅待遇。范将军，我有件事唔系好明白。嗯，既然喺废城嘅水道落毒，点解仲要话俾佢哋听？将佢哋全部毒死，咁唔系仲好？首先，我哋唔一定要将佢哋全部毒死。如果毒唔死，咁不如俾啲希望佢哋。其次，狗急系会跳墙，人急就会拼死反击。况且我哋嘅目的唔系将废城变成一座死城，我哋唔只要攻陷废城，而且仲要保护废城。大秦要嘅系土地、人民，而唔系废墟。废城已经水断粮绝，为乜嘢仲唔进攻啊？我哋都等咗咁多日啦，再等多七日都无妨。一个人如果冇水饮，系坚持唔到七日嘅。七日之后，佢哋自然就会冇晒抵抗力。七日？边个会谂到七日之后会发生咩事啊？七日之后，如果有心投诚嘅人，自然会过嚟我哋呢边。如果仲唔投诚嘅人，咁就系顽固不化。到时候，我哋就算将佢全部杀晒，都唔可惜。我哋已经围攻咗十个几月，都冇一个人嚟投降，你竟然仲妄想七日？以前废城仲有希望，而家就唔同。人嘅心态会变嘅。我睇废城嘅人都系一啲顽固不化嘅人。人系会改变嘅。如果你经历过嗰种流离失所嘅年代，你就会知道人性系乜嘢，感情系乜嘢。一个人嘅改变又系点样？你。唔好喊啊！娘亲喂你，唔好喊，唔好喊，乖，唔好喊啦，娘亲喂你。要清洗伤口啦，但系我哋已经冇晒水啦。圣女，系咪你啊？系我啊。你翻嚟啦，翻咗嚟，我就唔会死啦，我唔会死啦。放心啦，你系唔会死噶。我唔想死，求下你，救下我，我唔可以死啊！我屋企。仲有老爹细路，啲麦都应该成熟啦，佢哋都喺度等住我翻去收割噶。阿脚啊，我只脚咧，
啊，放心，我只脚仲喺度，我只脚仲喺度，哎呀，仲喺度。我走嗰阵，我屋企嘅锄头镰刀都坏咗，仲要同屋顶加啲茅草。我屋企个娘子佢好恶噶，搞唔好佢就喺度发脾气，要翻娘家。昨晚我发咗个恶梦，梦见秦军攻咗入城啊！你唔会死噶，你信我啊！你唔会死噶。我唔想死，我唔想死，我要翻屋企。娘亲，你哋几好嘛？我好挂住你哋，但系我喺出边尽唔到孝道，希望打完仗可以平安翻嚟。你放心啦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我谂你阿爹同你娘亲一定会过得好好。你想吃嘢啊？我好想吃嘢，我都好想吃嘢啊！好想吃嘢啊！我都想吃嘢。好肚饿啊！你哋都听到噶系咪啊？咁好啊！咁你哋听住啦，我而家煮一碟餸，眼前有一大块猪肉，然后将佢切下切下，切成一嚿嚿咁样。最好就是有肥的有瘦的，还连皮添，跟住就透红个火，煮一锅酱油，将嗰啲肉放晒里面，等啲肉香飘出嚟的时候，同你哋每一个人都煲一碗好大满一满的红烧肉。哎呀，啲红烧肉真的香啊！我是一个大夫，只可以眼白白看住一个一个咁死。又冇药，又冇水，咁样嘅日子仲要挨几耐？出嚟一睇，到处都系死人，连啲空气都有腐烂嘅气味。再系咁样落去，一定会发生瘟疫噶。点解唔掘过一个新井？个井系死嘅，就算掘咗，都系会被落毒。而家最大嘅一个问题系奸细。我仲有一个办法，我哋可以由山上引水，山泉系活嘅，佢哋就算落到，啲毒好快都会被冲散。山泉，但而家连城都出唔到去，掘地道引暗泉，工程浩大，唔知道大家而家仲有冇气力去掘？啊，系啦，我哋当时掘地道嘅时候，曾经掘到水。不知道现在那里还有没有水呢？将军，将军，你找到水了，找到水源了。太好了，快点将水引出来。是。哦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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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将军，什么事？没有粮食了。一点都没了吗？一点都没了。马呢？马都没了。我哋知道你哋而家系一啲粮食都冇噶啦，快啲投降啦！我哋会优待你哋嘅，我哋有足够嘅粮食，快啲起程。
秦国会欢迎你哋嘅。嚟到呢度，就会得到同大秦国神民一样嘅待遇。我哋食啲嘢先啊！阿爹，粮食早就冇晒啦。咁点算好啊？系啦，出边点解会咁热闹嘅？系咪有人？有人送食物嚟呢度啊？阿爹啊，你耐心等下啦，我出去搵啲嘢俾你食吓。你去啦，去啦，去啦，去啦。呢啲树根都可以食噶。俾我！你哋唔好抢啊，唔好抢啊！呢度呢种树根有好多噶。诶，有老鼠啊！我揾到啦，系我大我噶，唔好抢啊！我揾到先噶，唔好抢啊！唔好抢啊！我翻嚟啦！我嚟啊！我翻嚟啊！我哋老鼠啊！我嚟啊！我嚟，我冇。费城被围困了这么久，很多人都离开了，但是你们是坚持到最后的一批人，我很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我们只有互相依靠才可以生存，我们要同舟共济才会渡过目前的难关。但是你们自己看看，你们今天做了什么？只要费城存在一日，法纪就不可以不守，杀人者死，任何人都不可以例外。敌人还未攻到入嚟，城里面的人就已经乱。我会控制局势的。人心已乱，将军就算杀都是没用。当年大禹治水采用的是疏导，而不是堵塞。有些心结是要解开，而不是强行压制。我一直等着范乌奇攻城，那可以跟他决一死战，怎知道他居然会这么阴险毒辣？难道费城就是这样被他逼到死路一条吗？将军，我有一句话。请讲。既然将军认为费城没有希望，不如弃城，带啲士兵离开，唔好再做无谓牺牲。呢度系我嘅家乡，我边度都唔去得，边度都唔去得。天下咁大，我又去得边度呢？我系一个军人，去到边度都只可以打仗。你唔应该俾所有嘅人成为费城嘅陪葬品。唔系我唔俾佢哋走。范乌奇是不会放过他们的。秦国人不嬲残忍，他们每攻下一座城，便至不杀很多人。他们用残酷的屠杀来报复，其实都是一种威胁。我们抵抗了都有十一个多月了，你想想他们会放过这些百姓吗？本来不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有荆轲。荆轲和范乌奇是好朋友，
而且他看起来是个重感情的人，他可以不杀敬阿，就可以不杀百姓。成女，做咩啊？快啲执嘢啊！点解？今晚黑，大家都要走啊！走？嗯。去边啊？唔通你哋想做逃兵？我挂住我娘亲啊！我已经一年未见过我娘亲啦。你知道我嗰两个哥哥都死咗，而家我屋企剩翻我一个男丁咋？呢啲嘢唔好乱讲啊！万一俾人听见，咁就麻烦噶啦。你知唔知啊？逃兵系死罪啊！唔走都系死啦！边个讲噶？大家都系咁讲。上个费城好快冇啦，圣女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就同我哋一起走啦。但是你知唔知啊？就算你哋走咗出去，秦兵都唔会放过你哋噶。今日城里边嚟咗几个人，佢哋都话范乌奇同其他秦国将军唔同，佢从来唔会杀俘虏噶。佢哋仲讲，佢哋就曾经被秦兵俘虏过，范乌奇就放咗佢哋。你都见到秦国嘅奸细啦，唔好咁大声啊！被守卫听到就麻烦啦，走啦！要走的你走啦，我唔走。